那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是小云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谁呀？金融。你几岁呀、啊、你？早上相约在公园遛弯。对。哎呀、啊！你抱不动我，宝贝。你给我拿了个炸药包。这啥呀？我给你拿的好吃的。是你做的还是啥的？买的。买的。我还以为你大清早就给我吃破东西。那给我吧。没事。给我吧。好嘞。今天天气很好，然后又很想念小花，正好现在花也都开了，想说去公园拍拍照啊，聊聊天啊什么的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。哇，这也太美了吧，这是什么仙境吗？哇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天坛公园。北京吗？对。我给你来张照片。拍视频吧，宝贝，转圈。这不是倚梅园吗？我就像脑有那么大病。OK， 你拍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哦，小松鼠，小松鼠啊，过马路了，小松鼠。哇哇哇哇！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好可爱。啊，你好啊，走呗，上树了，上树了，上树。哇，好肥哦，特别肥。好多鸟儿啊，喜鹊儿，说明喜事将近。我咱先找个地儿把这个沉沉的干掉吧。行，就这儿吧。是啥？那先来口咖啡吧。谢谢。爱心小咖啡，这是我做的。你可能就做了这一个吧。是的。好的。哎，这挺好，这挺好，我爱吃水果。是不是？看个好玩的，啥东西？哇，都往那边飘喽！哦，飘走了，没有飘走。你跟我，这样你就像拍 MV 的女主角。确实有点做作。